第一小节呢，我们也是一个很简单的节奏型啊，一个二八的节奏型，就是两个八分音符。那两个八分音符，它的这个时值呢，哎，就是两个为一拍啊。大大大唱开始是咪咪嗦，哎，这样去跟节奏，咪咪嗦。对吗？嗦咪，嗦咪是一个二八的节奏型，下去上来两个音为一拍，大大。哎，我们读节奏是这样的，哎，平均分就好了。二八节奏是最好唱的，唱到平均分就行。然后呢，我们来看后面这个来咪哆，来咪哆。哎，前面都是一个一个杠的，在这里变成了两道杠啊，两道杠的音符。叫做十六分音符，那么这个节奏型呢，就叫做十六八，前十六后八节奏是哒哒哒，哒哒哒，软咪哒，哒哒哒，软咪哒，软咪哒，咪咪嗦，嗦咪软咪哒，预备。唱走，嗦咪瑞咪哆，啦啦哆嗦啦嗦，哒哒哒哒哒哒啦，下去，啦哆上来，下去。嗦啦嗦，哎，一百，走，啦啦哆嗦啦嗦，啦啦哆嗦啦嗦，这个节奏型，你看，两个就像镜像节奏一样，这个是前八后十六，这个就是前十六后八，哎，哒哒哒哒哒哒，跟我一块读节奏。哒哒哒哒哒哒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啦啦哆嗦啦嗦，啦啦哆嗦啦嗦，空。